江西南昌云居山真如寺。江西南昌真如寺始建于唐朝，终年云雾缭绕，又称云居山真如禅寺，是曹洞宗的发祥地。中日战争期间遭到毁坏，虚云老和尚号召100多位僧众重建，恢复祖庭。后老和尚舍报于此，寺内设有虚云纪念堂，典藏虚云老和尚珍贵遗物。寺旁的银杏高大茂密，已有几百年树龄，见证着真如寺的历史足迹。香光尼僧团悟英长老尼曾带领信众拜访真如寺，缅怀虚云老和尚的道心与风范，学习浓禅并重的修学态度。而寺方也特别安排大众过堂，僧众严谨的过堂方式，让大众见习了传统佛寺的生活规仪，体验古色古香的浓禅道风。